激光美容祛斑一般来说呢，还是要看我们去的是哪一种斑。比如说有一些是老年斑，我们就叫脂溢性角化，那我们可能一次性就会把它去除，而且不再复发。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比如咖啡斑，有些就有效，有些就没有效果。那么还有一些雀斑，可能它一旦治疗去掉以后呢，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持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些斑，比如黄褐斑，它本身就非常的顽固，病因也很复杂，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哎，可能当时效果很好，怎么过段时间又长出来了？所以呢，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斑，往往我们是需要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治疗和它和个人的一些这个皮肤护理啊等等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才能达到一个综合的好的疗效。